当然就要有我的课了啊！这边要 click 一下 continue。好，我们先上课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下那个手的动作啊。跟大家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就说右脚，我给你们做镜面啊，右脚点地，OK，右脚点地，手叉腰，OK，然后呢，用你们的右手，这是你们的右手。用你们右手放在前面，就是想象当中呢，就是我这边有一个戒指，就是你知道外国人有一种就是你 kiss 我，对吧？叫你吻一下那个手，就吻一下手，那个是右手，再把左手放在上面，然后把两个手一块举起来，放到头后面，经过耳朵、脖子、胸旁，再回到腰间。OK，这个腰间的动作呢，就相当于穿牛仔裤的那两个口袋，就两个大拇指伸在那个口袋里面。这样，再来啊，从这开始，从这开始，从这开始。右手，左手，绕头下来，插口袋。啊，再来一遍。先这样啊，一啊，先这样，一、二、三、四，再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啊，我们现在这个动作呢是这样的，我们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二三三四五七打八到这里面，对吧？我们这里面有个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对吧？是这样的。好，我们这一段改了啊，这一段改了。这一段我们五六七打。现在呢是右脚并拢，并上左脚，这里看不见。右脚并上左脚，左脚往旁，右脚再并上左脚，左脚再往旁，右脚点地。OK，如果我这样做的话啊，一二三四五哒六哒七八，等会儿，我现在是一打二打三四开始，再来一打二打三打四五打六打七八然后但是呢，是从这个方向走的，从这个方向走的。所以，我们这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我想想，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什么呢？我现在转到这边，你们能看得见啊？你们这边看得见，就是七打八嘛，一打二打三四，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然后呢，膝盖稍微弯一下，五六七八，
方坐下来，坐下来，右脚呢是点地，没有重心的，两个手呢放在下腹，七八 ，OK， 再来一遍。本来我们转一下，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八，在这儿，然后就可以右手左手绕头叉腰 ，OK， 右手左手绕头叉腰，好。然后五六往上，七打八，就是好，我们再这样做，五六上来，把画送六，七打八，就是上哒哒哒哒哒，再上一下，上两次，上两次 ，OK， 五六，我们这个脚，五六七打。所以一共是哒哒哒三次，但是不要那个相等速度，看起来有点 boring 了，是吧？所以是速度不一样，就是第一次慢了，然后啪啪，哎，对了，一共呢是两次，但第一次呢，让我们停下，然后再来一次啊。我在做这个方向，然后回我真正做的时候是这个方向啊。我们先用这个方向，七打八，一打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好吧，再来一遍啊！转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方向的行不行啊？看这个方向，我们这个方向你看起来不是特别清楚是吧？看这边啊，然后是这边走，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头往看背面，啪看过去，三是慢慢的转回来，五六七八，好，放到下腹部，七八在这儿，然后手一二三四，然后你手绕起来，手人可以往下坐一点，三四人可以往下坐一点啊，三四五六。七打八，好，下面就开始一、二、三、打四。好，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跟着音乐做一遍，从头开始啊。我们先放慢速度的，就做这一段，我们多做几遍啊。好，我再数一遍啊，数一遍再给你，数一遍啊。在这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转。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二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有点快啊，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数一下，然后再音乐啊。手插上腰，五六七八哦，等等，我要数整个把牌，一二三四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转，一二三八四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二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可以吗？还是要再来几遍？可以，要你，我们先教你们个手势啊。啊，可以了，就是这个，再来几遍就是这个，啊，再来几遍就是这个啊，我们现在可以了吗？啊，再来几遍，好，再来几遍啊，再来几遍，啊，从这开始，五一二三四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三四五六七，转，一二三八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八四五六七打八，一二三八四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来，啊，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从第一个一二开始啊，再来，五六七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一打二打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八，好点了吗？好点了哈。好，我们再跟音乐，跟音乐两遍，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啊，往下走就是复习一下，等于。所以下面正好踩下去，一踩，二，三，打，四，
六七打八。哎，我们把这个时间步做一下啊，时间步，时间步，因为有时候我们就看到就好像在原地踏步一样，有点不同。就是头上两步呢是原地的，然后呢接下来呢是一个下塞，是恰恰恰旁步。OK， 所以我跟你们镜面的话，右脚，你们的右脚开始啊，这个是右脚啊，所以一、二，好像。旁边三大四，哎，五六七大八，再来一二三大四五六七大八，一二三大四五六七。这个一二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下面是纽约步，对吧？一一二三打，哦，我们手是分开的，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哎，然后接下来是转，一二回到正面，然后呢，一样。三打四，再五六回到正面，七打八，然后再来一个时间步，一二三打四五六七八，这是下面一个，下面一段，我们把下一段做再做一遍啊。那现在我们都记住了，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再提一下具体的那个技术上面的细节 technique 的东西啊。啊，我们刚才是五六七打八，踩踩旁旁旁，踩踩旁旁，跨过三打四，五六七打八，转。伸三打四，转伸七打八，再来踩踩哒哒哒，五六七八。然后接下来呢，就哎，我们再来个音乐，到这再往下走，这样就复习的好一点。
所以身体呢有点斜的，不是这样，这样斜的，把这个手放到你的后面去啊。我们记住了，我们拉丁手是这样的啊，拉丁手，把手指头就伸得直直的，有点感觉到疼就对了。手臂也是直直的啊，然后往后走，然后往后向退三步的时候怎么退呢？右脚退一步，然后这个放在前面叫 lock step 锁步，后退锁步，一打二，然后转过来，右手放在左胯，左手放在后面，三打四 ，OK， 再转手，五打六，再转手，七打八，好，我们再来一遍啊，要转一打，看到吗？看到吗？那个两个脚是交错的啊，一打一。看，就光看脚的话，就是一搭二，三搭四，五搭六，七搭八，所以身体是这样侧的啊。然后那个手放在后面，就放到后面，就几乎看不见。然后这个手就跨过，斜跨过身体啊。右脚开始啊，从你们的嘟哒哒哒哒啊，从你们的左脚开始啊，你们的左脚开始啊。从这儿开始，好，预备，起，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这样子往前走也可以，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四哒哒，啊，挺好。然后这个是手呢，是往这边走的，那手也可以放在旁边啊。我们先来看一遍旁边的，你们的左脚开始啊，我右脚开始啊。右脚右手，同手同脚的啊，来走，一打，等我得往后退是吧？好，从这样的啊，同手同脚啊，同手同脚，往后退，预备走，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 ，OK， 然后你可以往前走，一打打，二打打，三打打，四打打 ，OK， 你放这。放这，护着你的小肚子那个地方，手护着你的小肚子的地方啊。好，我们的刚才这个步是一打三打四五打六七打八，下面还记得吗？是一二，这是平的，三打四五打六七打八，对吧？好。我们走一二三四五六，从头开始到这，因为我下面还有话要说。好，从头开始啊。点那个 hip action 就是跨步的动作在里面啊，大家一起做这个动作，把这个脚呢前面，你们记得我们跳那个弓臂啊，有一个一打二打三打四，
五打六打七打八，对吧？有这个动作，哎，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啊，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它不是这个脚跨过一、二、三，是对的啊，不是这样一、二、三，是而是呢一搭二搭三搭四搭，就是要跨顶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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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顶。快顶比较难，所以你可以稍微马虎一点，但是你慢了你一定要顶。好，顶一下。但顶的时候呢，你发现这边的顶呢是比较容易的，但这边的顶呢就不容易。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你这前面这一步呢不要跨得太过了啊。我现在是背对你们了。这一步呢就不要跨到这边，跨到前面一点就可以了。就几乎是一个前面。几乎前面稍微过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不行的话就前面也可以。你看这前面就很好顶跨，对吧？你就前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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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跨的顶的方向。那身体呢往你的旁边稍微侧一点，身体呢对着斜的，然后你跨的是对着正前方，这样就看得清楚一点。前旁前旁，然后让人感觉呢我是在往这个方向跳。好，就是那个 tip 呢，就是说这个脚不要太过，太过了以后就没办法把你的跨步动作做出来。这个脚呢稍微前一点，就在它前面就可以了。但是人呢是往斜前方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顶跨了。你看这样就可以顶跨了，对吧？这样可以顶跨了，是吧？旁边也可以顶跨，但前面很难顶跨，要这样，前面就很难顶跨，是吧？好，我们这下面一个动作啊。然后呢在你这边顶跨的时候前面一点就可以了。前顶旁顶前顶旁顶，然后这个肩膀呢跟它是相反的，前顶旁顶前顶旁顶前顶旁顶，加快四次、okay、那个方向也是一样。那个方向也是一样，一打二打三打四打五打六打七打八打数打，然后下面就是转一二三打四。好，我们现在做一下手。好，这个是轮把跟恰恰的手势是一样的，是这样说的。这个手手心朝上，永远是拉丁手，手心朝上，然后放在这里，放在肚脐眼下面一点，然后翻过来，然后翻过来，然后翻过来。哎，我们可以算拉丁云手怎么样？打太极的人知道。哎，然后如果音乐比较慢的话呢，你一步做一次。OK， 现在你看，一、二、三。四、五、六，可以进一面。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但是快的时候呢，你要是变成也是每步做一次呢，就也显得有点手忙脚乱，知道吗？快的话，一、二、三打四，是不是有点手忙脚乱 ？OK。所以这三打四只有做一个，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七打八，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好，我们现在走路啊，走路小一点，一、二、三打四。掐掐掐，五六掐掐掐，哎，你不要做成掐掐掐，就很忙啊，是不是很忙？就做一次就可以了啊。好，这是我们从这个方向开始的。
我们就开始，一、二、三，打四、五、六、七，打八，一、二、三，打四，往前走，五、六，合起来，七，打八，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打二，三打四，五打六，七打八，对，再来一遍，五打六，七打八，在这，然后就停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对，这是我们学的。好，我们现在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嘛，就这个舞蹈啊，我们跳两遍，然后就做些别的，我们下次再接着讲。速了，这个速度呢是中速，5%降速了，不是还不是原速啊！再来一遍。
做的，有看的笑容一样浓郁的学长，就别浪费自己天上送进来吧，光亮的地方装成的涂鸦，所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这爱不容易光的心事的过路，你所在之处可能都已占有，固执的作风错落的桌上，一部分真实心也变痛变成熟，当街的良心还那么模糊，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时空相近，不想上辈子是否是相遇光年。喧嚣的海报铺在荒诞的阁楼阳台，把你心无的家不想等待一看海，把分给我的快乐来一朵摸一朵，我喜欢给你看微醺着的眼眸，而我的咖啡它不用太多，这世界已经因为它感到孤独，这爱不容易光的心事的过路，你所在之处可能都被占有，编织的作风错落的桌上，一分分真实心也变痛变清楚，当街的冷清还那么模糊，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真实心里天空的清楚，当街的热情还那么麻木，这是世上最美丽的那双人舞，好，非常好，下一个是什么，看一下，下一个 Fly me to the moon， OK， 我们可不可以不复习啦，我复习加信的这个不复习啊，如果跟不上的话也就能多能跟多少就跟多少，我们今天的重点是下一个啊，三四五六七八 Fly me to the moon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Let me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baby, kiss me.Fill my heart with song and let me sing forevermore. You are all I long for, all I worship and adore. In other words, please be true.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复习一下，这个是我们上一次学过的 bachata 啊。复习一下，左脚开始 ，bachata 里面有很多顶胯的动作啊。左脚开始，一、二、三，胯，五、六、七，胯，重复啊，在。拉丁莎莎莎莎巴恰达和这些我们叫做 club 拉丁，就是说是俱乐部拉丁，所以比较规模比较小，不是表演，是主要是以社交为主的。然后他的手的动作就没有那么夸张啊，他的手的动作就是一般就是在那个胸前的小小圆圈，就是如果你要是跳莎莎也这样跳的话，人家觉得你挺怪啊，有点太夸张了啊。这个是在比如说看那个国标舞表演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个这么大的的幅度，一般来说就到这儿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就这样走啊，我们就这样走。左脚开始，一、二、三，跨，五、六、七，跨，一、二、三，跨，五、六、七，跨。好，我们开始往左转，一、二、三，还是跨，五。六七还是跨，一、二、三还是跨，五、六、七跨。而考虑到有的学员，如果你家里是地毯，转起来不舒服，你就可以不要转，你就直接这样做八个就可以了啊，也可以，也能起到锻炼身体的效果。转完四个以后，还是左脚往前走，一、二、三，点，点，点，踩，踢。要记住的话，你就唱歌啊！一二三，点点点踩踢，改。一二三，点，这是点啊，点点踩踢啊，然后下来，一跨跨跨跨跨跨回，再往后退，退退退，点，来，再来一遍。左脚开始，前前前，点点点，踩踢，跨跨跨，点退退退，点。下面呢是一个过门，转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再一切再从头开始啊。
少赚了一个元素怎么样？元素啊，可以啊，元素刚才太慢了。拍录像的话，就是最后一个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就是九、八，再头往这边看一下，八，往这里看一下，就是非常那个垮下来的那个动作，就是。都可以啊，都可以。好，
再下一个，我们跳一个什么呢？啊，我们上一次学了那个 exercise jive， 不过今天跳了扣累，跳两个华尔兹吧，跳两个华尔兹啊。Dancing with my darling to the cheddar sea walls. When an old friend I happened to see introduced her to my loved one, and while they were dancing, my friend stole my sweetheart from me.I remember the night and the Tennessee walls. Now I know just how much I have lost. Yes, I lost my little darling the night they were playing the beautiful Tennessee wallsYou come
thing. I glimpse eternity.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up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the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谢谢环老师，好，哎呀，跳得很。